首先问候我们尊敬的费老师、康律师以及在座的师叔师姊师姐们，大家现在好。啊，其实真的非常高兴，也非常荣幸来参加今天的学习。其实我是一个新人，刚才分享的全都是师兄师姐都已经学习过，而我呢，是因为我的儿子受益于长生学而走进这一个课堂来的。我儿子在去年的六月份患上了强直性脊柱炎，因为当时儿子的左手还有呢左腿疼痛无力，我当时非常的担心。医院的确诊结果一出来以后，我就问医院，问医生，我说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。医生跟我说只能止痛，他说这种病没有办法根治，所以我当时心凉了一大半。没办法，我就寻求各方面都去寻求治疗的方法，也没有在医院继续下去哦。反正养生的拉筋什么的我都去做，孩子呢确实非常的受累，非常的辛苦，但是在身体呢慢慢慢慢的调整过程中有了一些缓解。但是今年四月份的时候又开始复发了，也就是说他一年不到的时间反反复复的疼痛无力，我感觉自己好像已经没有什么路可走了。但是在四月份的时候，也就是五月份，我们广东也举办了一期我们这样子的长生学班，我有一个朋友非常荣幸去参加了这一个培训班，然后他在会议中就将我儿子的情况跟老师跟师兄师姐他们呢分享了，说长生学能不能调理强直性脊柱炎。老师非常肯定地告诉他可以。后来师姐回来以后马上就给我儿子呢进行了调整。我很清晰很清晰地记得师姐第一次帮我儿子调整的时候，我就坐在他的旁边，他两只手调整，我的手一只放在儿子的腿上，一只放在我自己的手上，我能够感觉到儿子的寒气在我的手上，在我的手上冒出来，但是我另外一个手没有。我当时真的觉得好神奇，因为他这种病纯粹就是免疫系统出现了问题，寒湿入骨了，所以通过长生穴把他的体内的寒气慢慢的往外排。第二天的时候师姐又再给我儿子继续做，第二天出现了我的情况更加厉害，我儿子整个人都发抖了。我就问师姐，我说这是什么问题，她说好事，这一个问题那就是把他身体里面的病症激发出来了。然后在一个多月间不停的调整当中，儿子越来越好，左腿没有力气的现在慢慢慢的也已经有力了，精神状态也已经好起来了。当时我就跟儿子说，我说儿子，我们一定要好好的去学长生学，我们不为什么，首先我们要学会自救。因为我那个朋友他是开餐馆的，非常忙，即使再忙他也每天都会抽出时间来帮我儿子调整，他这份大爱真的深深的感染了我。所以我就带着这一份愿望期盼着这一期的培训班。其实今到今天为止，我的儿子呢恢复得非常棒了，也非常的好了，我相信以后会越来越好。今天他也来到了现场，儿子站起来给师兄师姐他们看一看。
真的，我非常非常的感谢我们的魏老师以及开学师们，感恩你们能够给我们这一份能力。我也相信以后我跟儿子也一定会大家跟大家一样，带着我们这份爱，把我们的爱继续呢传承下去。不仅我们自己要自救，更加要大力的去助人。好，我的分享到这里，谢谢。